我们看这一题，他说以这个方程式的六个根为顶点的六边形面积多少？好，那我们现在来看哈，这个东西的话哈，我可以把它看是既平方的三次方嘛，哦，这个是既平方的三次方，啊，再加既平方的平方嘛，啊，再加既平方嘛，加一等于零。那既平方可以看成 W 了，哦，W 三次方加 W 平方加 W 一次方加一，我现在我可以给它乘以什么呢？乘以哈 W 减一啦，就记得平方嘛哈，减一，哦，这 W 减一嘛，那就等于多少呢？等于这个是 W，哦，W 的话哈，的几次方呢？四次方啦，减一等于零啦，哦，这个合并嘛，哦，我们晓得 W。减一乘以 W 三次方加 W 平方加 W 一次方加一，这个乘开来的话就等于多少呢？W 四次方减一嘛，也就这个哈，这个把 W 平方看成 W 的话，这个是 W 四次方减一，那这个就是什么？就是这个方程式吧，记得八次方减一等于一啊。那这个的话是一个什么呢？是一个正八边形啊。但是呢，但是我们讨论的是这个方程式嘛，这个方程式只有两个根嘛，要扣掉哪两个根呢？扣掉这两个根了，等于零，就扣掉呢，这道等于多少呢？等于正负一，这两个根要把它扣掉了，那剩下六个根就这个。好，那我们来看看这个图，这个图的话哈，现在八个根嘛，八个根的话。等于是你360度的话，哈，分成呢八个分角，八个分角的话，每一个分角就45度了，所以应该什么？应该这样子。然后长度都是一嘛，所以是这一点的哈，啊，还有这一点，啊，还有这一点，啊，这个刚好是一个呢。正的那个三角形哈，没没，这个是刚好是正方形哈，这样子正方形。然后呢，这个，这样子，哦，就是说刚刚好哈，这样不对，这个长度都是一啊，长度都是一啊。所以这个要小一点，这样子的，哦，这个长度一，这个长度也是一嘛，要小一点的，这样才会是正八边形嘛，不然的话就变成正四边形了。这个长度一啊。这样子，哦，正八边形的，好，那正八边形的话，那现在扣掉什么呢？扣掉这两个根了，这是一嘛，这是负一嘛，所以的话呢，就直接这样呢，画下来啊。这样的话，刚好六边形，一二三四五六嘛，六角形。好，那六角形的话呢，这个面积多少？这个面积的话，哈，就这种呢，等腰三角形的。有一二三四块，啊，这个四十五，这个四十五度啊，所以这个是一个什么？等腰直角三角形啊，哇，这长度一嘛，所以的话，我们看看哈，这个面积等于多少？面积哈，就等于那个这一块，这一块加这一块的话，就等于一乘一啊，就一乘一嘛，这两个三角形合并起来刚好是一个正方形，加上多少？加上这个哈，这种的话有四块嘛。四倍多少呢？哦，三角等腰三角形嘛，二分之一，然后呢，这个一的平方嘛，哦，乘以一的平方，再乘以多少？乘以 sin 45度了，哦，我们知道三角形的面积公式嘛，sin 45度，哦，四分之派了，这样子，好，那这样子的话，这个是等于根号二分之一嘛，哦，根号二分之一啊。所以这个等于多少？这个是等于一加，四
乘以多少呢？二根号二分之一啊，二的四嘛，所以是一加根号二，一加根号二，所以这一题答案是一加根号二。